好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我来我乡亲时代，咱即马啊继续由阮甲咱啊报清报书哈来啊共同来探讨诶这个话题。因为啊，咱即马咧讲着讲这个桃园哈，这个几年来啊一向来啦，毋是几年来一向来，拢国民党伫遐在掌握。咱桃园已经哦未比苗栗县较好呢，是苗栗县的代志有该凸显出来。啊，这个通关的代志无凸显出来。对，我正讲吼，其实即马足侪政治人物啦，拢甲百姓钱做刷拉卡伫开啦吼，刷拉卡乌白欠吼。我是想哪安尼讲，你要看会中，做全世界上界大个圣诞秋，放烟火，一暝放掉1亿5千万，啊，这吼善家的，这个善家竟然已经食15年，所以讲钱拢乌白开掉了吼。即咱客家话有一句话讲啊，足好吼，劈杀囡仔太局被浪所以唔地通啦，然后个别人大腿吼来拉手大手的粗手吼，未听啦，啊，就别人的大腿变哪会听啦吼，啊，家己就未听。别人的拳头要去争招赛嘛。对，啊，咱单位讲压别人，你摕别人的手去争招赛啦，啊，别人手争咱要哪会听？所以这两个意义是同款吼。啊，我正讲啥？讲这个物件拢乌白开钱啦。你看为什么这么多文字权，为什么开足多钱啊？拢在作假。啊，百姓到后请官请尻川扭两个啊，300万。你甲想300万，咱三家人啊，赚偌久才有？是啊，是。无饭能食的人，咱讲一粒便当用70块来算，用买你偌济便当来饲食的人？对。伊拢无在想啦，输袂掉。啊，这啥？这我甲你讲，这百姓嘛爱负责任。我迄天伫网络顶头啊，伫Facebook写啥？写混蛋笨蛋的人民哦，才造成混蛋的政府了。对，啊，有人讲我说，啊，你哪能袂白色吼？我讲，啊，什么人去选这个混蛋的政府？对啊，迄不是笨蛋的人民。明明该讲袂使啊，伊这个台北市长伊也做甲乌鲁木齐，啊，佫互伊高票当选这个总统，啊，总统一任都做袂好势啊，骂甲要臭头去。做两任，做两任。佫互伊愈济票，佫互伊。我即下来讲啥？讲哦，那个这毋是混笨蛋，笨蛋的人民才混蛋的政府了。对，啊，佫讲多种还是啊，像羊一样的人民。就养成了饿狼一样的官员啊！对，你讲你百姓在家在吞打拢无要紧嘛？爱讲反正我做较歹，你买刀花；我凊彩做，你买支持我。啊，是安那？我爱认真做，我目睭客气做啊！我管你几趴，你3趴嘛继续做总统，叫你有你我都无。上叫你算啊！对，啊，你话罢免足困难，即卖换现落来规定足困难。啊，所以我只要讲多种来讲，桃园嘛是同款啊。我问你桃园有啥物建设啦？我跟你讲，桃园的建设哦，足慢吼，啊，而且你看嘛，卖讲慢啦，你我摕桃园去甲任何者，卖讲甲苗栗、甲新竹县，以前的新竹县，即卖新竹县，甲新竹市比，哎呦，迄个讲歹听，迄个要甲人比啥啦？是啊，迄个讲，敢那未输一个侏儒，要甲巨人讲比上较悬同款啦，吼，啊，所以我只讲啥，讲咱规个吼，规个桃园就出这个问题。啊，我讲即马上个重要是啥？讲咱是毋找一个有治理经验的，也要管理。我当管理是一致的啦吼。我讲比如你要企业管理，你要用企业管理的精神来管理都市。你不要用企业管理来管理你家的财务，管理你的事业，这个管理拢同款啦，无啥物特别。但是就讲有这知识无够，我定你好好搞，像讲咱知识分四款啦吼。一个叫普通知识，一个叫专业知识。啊，一个叫啥？叫做用运用的知识，一个叫创新的知识。咱知哦，头前这两项，超大学各科的拢有啊啦，吼，甲大学所科的甲扣到顶，专业知识嘛有，普通知识嘛有啊。但是有这知识有够无够？就是讲，你有知识是无路用。你讲这知识我放在头壳教别人，安尼是无效。比方说，是安那大学的教授无法度赚大钱，就是讲一个也要传。伊知影理论尔啦，理论还要传，唔知理论嘛，唔知用啦，你要去用这地学。上海讲用这地学当中有新的头壳也无，有新的头壳也无吼。所以这新的真要紧，创新真要紧。所以即摆你看张忠谋伫讲台湾欠是创新的人才，台湾的博士、硕士拢上过济啊。对，你看去年毕业8900几个，才400几个找有头路啊。是啊。啊，你看剩一大堆要怎？啃老族啊。对，啊，这严重啥？你政府用遮济钱去甲教育，啊，教出来变无路用的人。伊一方面伊失志，啊，你叫伊做个初中来讲，伊无爱。啊，变成啥？
逐工伫街头行来行去，行来行去。我读到博士咧呢，我过去，啊，你若过去做粗重的，你毋是去唱迄个做粗重人的的工课。我即几工哦，伫行庄卡哦，一个感触足深啦吼。哦，两个例啦吼，一个例就是讲，后生读到博士，啊，找无头路。刚刚都看我这副校长会当个倒下手也未使安尼吼。另外一个吼，迄爸爸足受气，因囝讲说，阮囝讲要开早餐店啦，讲啊开早餐店哪好紧？伊讲唔是啦，伊读大学个博士毕业未啦，得了博士后去要去开早餐店。因爸足受气，讲啊你要开早餐店哦，高中毕业就好甲我讲，高中毕业就好甲我讲啊，唔免读较济济啦，高中就使吼。啊，讲你看咱对这少年家生命的浪费。国家资源的浪费，这拢是无良政府上个大的表现啦吼。好，咱的地方未当向前行。对啊，对啊，你都无需要这人才，亲像你看，即个所有的这个本来专科对社会技术员提供足侪高职，对技术员提供足侪，即马遮拢无去啦。对。啊，即马刷二无二万，又开足时间读出来，结果无效，这是上个严重的问题吼。资源的浪费，学生啊生命的浪费，拢伫遮。啊！这政府完全唔捌去讲要安怎处理，唔捌。啊，所以即个足济校啊，校济甲讲做招无学生。啊，招无学生，万一即马搁较严重啥？教育部竟然讲，无紧啦，你招学生，用去招研究所，你若招无招博士班。啊，我问你，遐济博士班，遐济研究所，真正敢对台湾经济有帮忙？规路拢博士，规路拢。对啊。研究，啊无就啊，你若校内去啦，啊无你就去中国，拜托人来遮读。对，是啊，是啊，是啊，这规个政策是规混乱的啦吼，所以讲为什么咱收得会退到十九年前，这拢就无道理的吼。是是。啊，所以讲咱这政府要爱大改变，就是讲咱来像柯文哲现象安尼，伫全台湾所有候选人，咱拢甲问讲，你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嘛无啦？我讲真，我只甲你较夸口啦。创新的经验无啦？对，我即下想安当，亲像我伫台南时喏，我本来一块卤水。卤水是阮白盐村啦，卤就是卤蛋的卤啦吼，卤两个卤，卤水，啊这卤水吼盐分足够，因为白盐村的嘛，足够。啊我讲，我问阮讲，啊这要创啥？伊讲这用泡盐干较会好啦。哎呦，上家去泡，遐咸咸嘟嘟。唔是啊，啊足济人伫遐泡人，我啊这就香干家啦，啊你也敢去泡吼？啊互相不团练。对，啊我问讲啊，除了这个以外，佫会使做啥？伊讲这吼，除了泡香干家以外吼。迄找因阿皮，因为盐的刺角质，所以皮肤会变水。对。啊，过来啥泡水来减肥啦。先来减肥，伊就足咸嘛，所以你盐迄落水分就排出来，啊，就减肥啊吼。啊，第三我正问讲，啊，这家吼，甲这个以色列死海有同款啊无？伊讲这拢同款的啦。啊，哪讲？伊这吼人困在顶头被沉落啦。遮好嘅物件，啊，实在是安尼浪费吼。我伫想，哇，这遮好嘅物件，莫浪费。我讲安尼吼。你迄本来我咧用土块啊水泥，敢若用水泥床的水底啊呢？我咧讲你吼，甲态度甲铺者吼，啊吼，迄水啊水啊甲过滤创个清气，啊装十八红冲水吼，我话你讲吼，甲花甲树啊拢种起来，所以你看你要去看七股盐山附近的花甲树啊拢我种。以前无甲一张纸哦，这就是讲一种个迄个创新嘛。你若有迄个物件，吼啊，你若无迄个创新，就等于无效啊。啊，所以讲用你这个伫咧经营迄落卖盐，来经营卖市政府。对。啊，即嘛，我即嘛甲梁姨甲这杨婶个汤里铺下来，啊，讲要开始收钱。阮工两，阮个员工两个反应啦吼。头一个讲说，你当处长敢若头壳小啊歹去呢？细汉有发烧啊，袂好个反应。讲是安怎？以前免钱就无人要来，怎啊收钱送要来？即马佫第二个员工讲，唔是啦，迄当处长吼，今仔四月七日敢毋知啥物节？愚人节啊，所以讲笑啦，毋是真个。讲真正无做啦。我起来讲紧做，哇，一个月就完工啊吼。完工了，阮改名叫做不成之海。另外一改做不成之海，全世界来呢。我讲一个讲，迄瓜地马拉，唔免赶去以色列去。对啊，瓜地马拉的总统讲来台湾开，迄个，咱这个中美洲的中南美洲的国际会议吼，开说啊，外交部啊，要来南部看一间有名的公司。外交部讲说，啊，你剩一天安尼啊，无就主客看看就好啊。伊讲无哦，这间足有名，一定要来去看。伊讲什么公司啦？伊讲迄间叫做不成之海公司啦。
啊，台湾都无不成之海公司，一查讲迄是代言的啦，代言的啦吼，代言。哦，啊，总统就飞去啊，你知唔知？总统飞去，哦，你知唔知？足济人去，我迄个所在吼，一年吼，阮只有160,000的观光客，是台湾的三大景点。啊，阮开偌济，总共才开680,000。你看。啊，我讲啥？啊，唔是哦，迄钱一年赚2-3亿。是啊，你看卖，所以讲话，你这个头壳来经营这个大同管区哦，这个足足有意嘛，对不？头头讲这个创新嘛，啊、你本来一个无路用的卤水池，我都变成这大的观光里的。哎、啊，人个足济人啊，开50-60亿，啊，一年观光去嘛50-60万。嗯、啊，我是开600万观光去760,000，人古早话讲假假钱会减啦。啊，假话假啦，啊，人讲人脚也有肥啦，嗯，人若准备来领导，你就肥起来。对，啊，你看，160,000啊，带足济财富。我甲讲上简单，我伫遐卖鸡鸭饼哦，请一个小姐，我讲卖5块卖15块，啊，一支赚10块，一年卖500万支。是啊，我这鸡鸭饼哦，一年赚5000万啦。嗯，啊，就讲，你有新的，你有创新也无啦，有新的头壳也无啦，你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很重要。对，啊，他讲，这就是讲跟咱致富同款，咱要好嘢吼，一定要有锻炼这个致富的肌肉。对，第一个肌肉上来，你就第二个、第三个就一直上来。是啊，即马要甲你请教，那你安尼以你的眼光来看，桃园管区，那准讲你来做这个市长，有没有致富的迄落远景啊？这大家拢比较问啦吼，其实吼，我规头壳拢想好啊，拢想啊嘛，真简单。我咧简单讲吼。这桃园哦，上爱简单，讲桃园爱亲像啥？我安尼讲者简单滴，大家都看有啊吼。桃园咯爱台湾怎啊啥？爱像汉城甲仁川同款。嗯。啊，但是啊，这就是台北市甲桃园市同款。嗯。什么意思？讲伊的首政治的首都伫汉城，就是咱即马讲的首尔，首尔吼。啊，咱台湾就是台北市。但是经济首都无可能放在台北市，因为台北市土地少、人口侪、啊足客，啊佫煞房价土地足贵，啊煞了吼，我讲坦白讲，你爱甲即款首都甲放在机场边啊，啊设一个自由贸易区，吼自由就是讲经济自由贸易区，啊这经济自由贸易区创啥？就是讲来，你我这贸易区内底啊，我外头无可能叫万高钱，我就是啥？我就比较。国际亲像新加坡请9000，吼，香港请8000，咱请安尼就好啊。安尼时阵，咱的厂商有较充沛人力会使使用，用较少的钱，伊用降低伊的成本，伊就甘愿讲安尼，我莫徙外国，我徙倒来台湾就好啊。是啊。啊，这上界重要概念啥？就讲，你台桃园爱甲台北市相连接，安怎相连接？台北市就亲像咱人的大脑，这个脑吼。是。这个闹，人讲闹，人讲闹哦。这闹要创啥？闹就是交予柯文哲去处理就好。对。啊，这桃园的啊，经济首都啊，就看咱人的心脏。对。无心脏，无闹啊，无闹啊，这拢无好个。对。这拢无啊，所以讲脑跟心脏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嗯。这两个是最重要，没有这两个就没有了哈。对。来啊，所以有人心肌梗塞死掉，有人就脑出血死掉。这两个只要一出问题，伊无协调啦。对对，出问题。就是讲，你若讲用一个，你讲迄个贸易中心用伫迄个桃园来讲，飞行机落来了后要开的，创啥拢足方便。对对对。啊，你若搁有盈余的迄个时间，你带来台北市，对。啊，互人带来了方便嘛。对。不是讲哦，你伫桃园起一个大教堂。哦，伊要将这个妈祖的这個教堂，我跟你讲，你知影是安怎？伊讲要起教堂，你知？我甲大家请教啦吼，桃园路迄搭讲，咱讲航空城啦，航空城啦吼，伊讲桃园要做航空城，什么蛋黄区、蛋白区啦吼，迄种白贼的，我正是安怎讲白贼？讲上简单啦，你桃园民国88年，1999年就征收175公顷的航空城，即马敢无利用？拢伫发臭嘛。哎，那还搁要逼死人！啊，怎啊？对，怎啊？搁要讲要开6000几公顷？嗯。你甲想啦，你若起175平厝都无人住，你会去起6000平的厝要创啥啦？嘿。我正讲啥了？讲伊正来去动脑筋讲啊，咱去多想，什么意思？伊揣无产业嘛。哦。你知唔知？无产业地遮大要创啥啦？是啊。这就是我讲的啦，白贼啦，讲一个白贼话，爱10个白贼话去动。嘿。
十个比赛，一摆比赛去暗号，决定这个比赛会逼空嘛。是啊，所以我这已经是伫逼空啊嘛。所以讲已经哦，已经都自强了啦。对对对，看袂出来讲，痛也够有希望。对对，有啥物希望？对啊，我正讲啥，你都无产业嘛。我你遐六千公顷要做啥物产业？你唔甲我讲，爱带两爱两三百万人来带。你人要倒下来，你无产业哪有人带？对啊，人来这边无产业哪有收入啦？要要食西北风。所以我讲。无产业就无就业，无就业就无收入，无收入就倒退嘛。啊、这足简单的道理吼、啊。我跟你讲，咱要用市场法则，严重上，咱政府所谓管经济、管市场，弄个市场外行。嗯。有影，有博士学位，我冇博士学位。但是问题，有实际经验也无，即较要紧。对。即嘛吼，我正讲啥，理论一堆啦。啊，教学生会晓，但是真正要用的时候就出问题啊。你看咱即所谓政策，奢侈税。愈奢侈税出愈起啊！是啊，啊，搁迄落股票的迄个赠手税，赠手税，股票抛弃嘛，啊，奢侈税一讲就甲不懂算抛弃嘛。还有那个什么富人税？对啊，啊，你讲好，我正讲坦白，你政府头壳歹去嘛。嗯。我正讲啥？富人咱也扣税，富人的鼓励你尽量消费。对啊，你如果越好啊，对啊，包括你看一个仇富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会往。财富的道路迈进了。我讲，咱唔免仇富，咱鼓励百姓大家变好呀。但是百姓真正做未到，政府去甲倒下手。嗯嗯。政府你欠钱，甲你出钱；欠人，甲你出人。嗯。欠土地，协调土地予你。嗯。但是这拢爱符合啥正义的原则。嗯。我常讲，但是啊，抗争足济，讲政府拢无伫甲百姓利益排第一嘛。是啊。你今日亲像日本安尼，讲我要甲你征收这间厝，还是要征收这块土地？你土地一百万。拍摄我政府百二万给你买，一个二十万去适应遐生活嘛。对啊，哎，人日本拢听好政府来甲征收。对咩？伊都做爱啊！大家拢空叫房啦，像是啊是啊，死人猪阿妈，拢安尼逼死人安尼死一大堆安尼。你有看到咱桃园还阁有啥物？还阁有啥物可以创造财富诶？我正讲吼，这是上界大诶，就讲，你头一个爱啥？爱去桃园设经济自由贸易区。啊，这啥？这贯彻，贯彻啥？就讲政府、中央政府啊，爱协助。啊，桃园啊，准是开始设了吼，全台拢会跟进。我正讲啥意思？讲以前高雄市啊，啥物人要做化妆品？对啊。大家都高雄市啊，都钱领在在，啊都要食饱饱，等下穿水水，等下穿水吼。啊，逐工拢盈盈的吼，啊，伊那边不错，多做多做，少做少做，啊，所以都无人爱做嘛。啊，我去啊改变了吼，唔是我做呢，你看台糖嘛要做化妆品对无吼，什么南米对无吼，中油嘛想要发展，来，即下连中华油厂嘛伫卖化妆品，啊，唔是安尼，我做了大家对，啊，佫刷安怎了？我即马甲出口化妆品甲出口，全台湾的公司嘛都要出口。咱甲足济本来外国赚个钱，拢甲抢倒转来。我迄当时我底下收五百间加盟店，含直营店甲百货百货公司五百间。所以我正讲啥咯？你著改变人就对啊嘛。啊，你唔改变就无可能对嘛，无可能对。啊，所以我正讲啥咯？咱来足清楚知影，桃园要变作经济的首都。我正希望咱这紧报出来，较济人知，将来足济人足好奇。伫网络顶头，经济的首都嘿，啊，足侪人去甲我问我，啊，你要做啥做啥？我这是在讲，这个代志拢是唔是真困难，就是讲有心甲无心啦。你看钱乌白开，咱讲这钱真要紧。我讲做善家人甲好家人，会晓治理甲袂晓治理，底只差别，安怎差别？我也大家讲，你看就好啊嘛。好家人对一块银足重视，对。善家人啥？啊，一块安尼啊，凊彩开。我就无钱啊。就凊彩开，啊，所以凊彩开就骨较无钱啦。好有人讲，这一块变两块，变四块，变八块。我顶回讲，放三十年变五亿外，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四块。你看，甲放三十一块，放三十年变五亿外。所以一块要紧哦，真要紧。所以你讲，人摕一块银，然后乞食，乞食我乞咧搞底。对啊，讲。四个位啊贵，但四个人就淡掉。伊个淡掉。啊，四个，四个，当家己，对，啊，这里扣起来，这里是穷人家的概念嘛，就是讲啥？伊那也会穷。对，会穷就这样。对，伊都这钱学袂开嘛。好有人啥？伊不应该开钱是，我讲好有人足当生。其实好有人重视钱。他如果该花钱，他不会，伊袂欠呐。不该花的钱，一块钱他都不花。这是啥？这是好有人。
变成好人的原因啦。啊，不过一般的人拢安尼啊，一条牛就去啊，敢有差？迄落落甲几支门啊？啊对，啊这就是好人甲善价人嘛，善价人啥？百货公司伫落价时，哇，去排队去开钱啊！买甲手断去。啊，股票啊，准是伫落价时，啊，认真伫卖股票，你敢无感觉足奇怪？足奇怪吼，足奇怪嘛吼！我只讲啥？你讲司机伫卖，大家拢目睭好，拢去问目睭看袂讲，照问人生的道路要哪行？对啊。啊，你目睭好。看无，伊要哪会知影？哪会知你人生道路要哪行？啊，我生意特别好呢，你知唔知？司机伫卖，生意生意特别好呢。所以我只讲啥？讲咱这人类拢足奇怪，定嫌无钱，啊，但对钱佫无重视。对，我定讲，甲学生讲一句话：常常花钱买没有必要的东西，有一天就没有钱买必要的东西。嗯嗯，你刚逐刚开钱买无需要的物件，有一天你都无钱买你需要的物件啦。对，就讲，你需要无钱好买啊。啊，所以讲，我讲讲，即甲一个国家的治理同款，甲一个政府的治理同款。一个政府人乌白开钱，你看乌白开钱，就表示啥？伊善价人嘛。系啊。所以政府是啊，愈开愈散，愈散愈散，就是你家嘛。所以讲，咱即下咱的迄落国情已经深未啊。对，食囝食孙啊。啊，全世界啊，拢要来台湾投资。对啊。即拢怎爱负责啦？我只讲上简单，比如讲，要做经济首都，上简单，你行政效率来提升。啊，对。我跟你讲，有人什么清洁工厂爱280个亿啦，即讲这是国际笑话啦。会走死去，走一定会走死。啊，佫算咯，迄个时间才浪费。我正讲上简单，新加坡请外劳三工，台湾请外劳爱六个月。嗯，阮一个朋友做伫开工厂，讲是外劳转去，时间到，讲佫请六个月还袂落来。嗯，你政府是你做啥物货啦？对啊。你着等于叫工厂关六个月，共阮意思嘛？你敢有话百姓利益排第一？对。我以前伫台湾，我讲一个例互你听。阮的当时会开过，我甲员工讲，恁来开几十粒，因啊恁的代志，下班进前爱甲公文送到我的桌顶。嗯嗯嗯。啊，你今日送未到，伊安足简单，卖下班，当时就等你。嗯。下晡五个单位、十个单位、二十个人、三十人开会，大家应该提出来做一摆动。嗯。就解决了，对不？对啊。这个政府就讲领导者的魄力真要紧啊。我讲，我定讲说，一只虎领导一阵羊啊吼，这羊啊变虎。对。啊，一只羊啊领导一阵的虎，一阵虎就变羊啊。对。咱的公务人员，咱世界上较优秀的，你看卖对无？咱要考公务人员，加简单。对啊。学习爱好，能力爱好，才考会调呢。嗯。考调了，安怎哇？海去啊？安怎讲海去？啊，就多做，少做少做，不做。啊，我不做的话，钱也生滴滴水嘛。对，生滴滴水，钱好领啊，对不？啊，百姓受害嘛。所以，这是啥？领导人有魄力无魄力就要紧。你讲选一个泥泥糊糊啊，富二代、官二代，我都吃好个，我做会怎啊？是啊。不是像咱这善家人，咱讲哦。无鸡无清就无好食呢。系啊，咱逐工变呢。早起的鸟儿有才有虫吃。好野人，那就早起，困到三更共半暝，三更外再困到中昼嘛无要紧，日头白加霜嘛无要紧。所以我正讲啥来讲，咱就需要改变，咱就要选起来选上，是毋是有能力，是毋是有成功的地，佮上爱重啥。伊做来有魄力也无，你心大也无啦。是啊，有创新无啦。对啦，对啦，对啦。因为你即摆你互人看到吼，你看为这个朱立伦啦，为这个吴志扬啦，这样呢都拢是官二代，新人无做了，安尼落来吼，伊这个官二代、官三代、官三代，都是那一些啊，拢是迄款的迄落权贵子弟啦。对对对。咱即摆讲权贵子弟就好啦吼，拢是迄落权贵子弟，伊从迄个通管区哦，已经治理讲吼。讲善食啊，强要无法度维持落去呢。啊，伊唔知讲咱足侪人迄落，那按照你讲的讲，台南较早嘛是善食，甲拢在全民买单底下在解放。啊，你今日讲有法度讲从这个通哦，你拄则讲的讲从迄个贸易中心行移到迄落甲台湾迄落台北连接安尼落去，啊，佫有底下人佫开创，互通起死回生的对，即摆大家拢讲台北市的地足贵，厝足贵吼。是。政府拢无伫想，我说你桃园甲台北市接近，你捷运通三十分钟，卖做外国市出来捷运啦，迄拢骗人的啦吼。嘿。足简单嘛，你飞龙湖去，捷运到桃园就好啊。有简单无？对啊。你英国的捷运到北地就好啊。就解决了嘛。桃园的厝较俗，伊就来住桃园嘛。嗯。这是市场法则。
所以咱的政府讲啥？讲啊，我甲恁减税啦，你甲员工加薪，嗯，这就是违反市场的原则嘛。对。哎、欸，你这公司爱一个员工来三十个，你想要加薪？系啊。爱减薪的，唔是爱加薪，对不？嗯。哎、欸，我公司人爱一个员工，爱十个员工叫来一个，哎、嗯欸，公司要加薪啊？安那讲？无这人叫别人抢去啊？嗯嗯。对不？这就是讲，这个关节个管理是叫做市场法则。政府袂使违反这个吼，所以桃园后摆要变成经济的首都吼，头一当然爱想办法，和所有台商、和所有外国外资会当入来投资啦吼。来，你啊，所有投资的障碍，包含人、土地、资金的问题，拢要做出来个解决。交通，哎，啊，抓得动，但即阵话讲到交通是附带，就是讲啥？你台北市的人要去桃园上班。我交通也是创好，我跟你讲哦，种即卖交通，大家你讲的交通，拢唔是讲咩啊改善百姓的利益。嗯、我讲上简单，我甲朱立伦即摆要选馆长，伊、嗯、人叫馆长哦。嗯、我甲朱立伦讲，哎，五羊高速公路要做，五羊高，朱立伦讲这八拉票啦，这哪有可能做？我请教即卖政府阿位，迄单三百外亿唔做，即卖开条要九百亿。哦，啊，就一寸两万一啦。对啊，啊你个想一寸嘞，一寸两万一啦，哦，对哦，迄哦，迄国外咧，一公尺两百外万。系啊。我正讲啥就讲，其实就讲啥，你政务是唔是个百姓利益排第一啦？对。吼，我即马讲啥，我以前选举时我嘛讲，我讲即马人口愈来愈多，政府补助，即个生产的人，朱立伦嘛讲，这八阿票啦，这也是有可能实施，即马转单实施啊，对不？对对对，我这样讲啥？我政治上要关键，但是关键百姓不一定接受。嗯，我讲啥？我讲啊，有嘴无烂，百姓嘛听无呢。嗯嗯，这是咱人类上界大的悲哀。咱人类讲怎样？我知影真相，都唔是事实的真相嘛。对，你知影代志，都唔是真的代志嘛。嗯，啊，大家人讲看放炮啊，放烟火，啊，叫查某来尻川扭扭的开三百万，大家票投伊。我甲你请教啦，啥物人要甲你做工过？系啊，你唔是讲会做工过还有机会？哦，啊，做好个拍波啊，对吧？不是啊，未晓做，好机会啊，即就像咱大人伫讲，歹人地王无，啊，好人多滴个，对不？对。歹的人你要地王无啊，歹人伫坐位啊，好人哦，坐伫看。嗯。这小的袂进步。即马过来，你拄则咧讲着讲放烟火，嘿，迄是足恶质的，即个中国文化。对。咱即马你来讲者讲，咱桃园的客家人甲贯川，拄则我有讲到客家啊，贯川农民啦，贯川农民你要安怎去突破这个贯川的这个票？这贯川的票啊，你看麦，因咱台湾人足奇怪呢，伊迄贯川的嘛是足侪拢带台湾人做某嘛哈，啊票拢走去国民党，啊你若嫁吼迄落，你若。反正哦，你无论娶是嫁啦，拢总走去迄边。台湾人拢无国家，无国家的意识啦。对。啊，你要安怎去突破这个贯穿票？我就感觉讲这吼，足上脑筋。贯穿票甲客家票吼，你若这个两个会当拍破的时阵，我就你的选举就应该是对你来讲袂遐尼困难啦。最主要就是讲，我感觉讲在这个文化吼。其实我讲这吼，这用族群去讲做投票，这我感觉这嘛不是好的现象啦。嗯。我想对，事实是安尼对。啊，我这样实在讲，咱伫遮呼吁啦吼。我讲是讲，咱人民爱目睭闭着金啦吼。是。然后慢久做过一摆，你去投国民党，安尼一条路，三好加一好。嗯。对不？啊，毋过偏偏就是安尼啊，因就是四号，就是要投伊啊。啊，这咱无法度改变啊。啊，这所以咱的底层。咁咱无法度改变，应该爱有法度改变。对啦，即马我伫想哦。宝清老师安尼，遮尔巧的人，遮尔有智慧的人，咱要安怎来改变？是啦，伊特别想要。我这样讲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啊，八十岁娶着啊，有个人叫伊讲娶八十年啊，啊，即马有个人叫伊卖娶着，投国民党投六七十档啊。投七十档啊！你忽然间叫伊讲，卖投予国民党，啊来投予迄落陈宝清安尼，你看因敢会迄落？我伫想哦，这个政治，然后政治板块的挪移啦吼，然后这边要刷，这边那边刷，那边哦，是啊，拢需要时间。有时间，啊！我当然，我即摆选举当然，我是讲，我是真正有心要替同人做代志。我阿阵有对，同人大福气嘛。是啊，是啊。我若无对，我就甲你福气嘛。吼，我若简单讲来讲，咱只希望我都真正，台湾人觉醒，外省人觉醒，原住民觉醒，
客家人角青，哎，啊角青客家人角青，啊角青比如无共款，比如上无哩河洛人爱角青较济嘛，吼，比如较悬，刷了客家人嘛爱较济嘛，佮刷了外省人慢慢增加，原住民慢慢增加，即小的改变，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点时间，啊，但是即过程当中，你好算爱提出你的政策，提供你已经做啥足成功，你提阮听看卖哦，啊，第二个，你要甲阮讲啥，讲你未来要做啥，爱足清楚，哎。啊！以前做歹，我有一摆机会，你阁做歹，我看人。这就是讲啥？就讲没有所谓的男力一定怎么走，是讲说是非要怎么弄。嗯，就把男力放两边，是非摆中间啦。男力放两边，成功案例摆中间。安尼时，咱台湾才有希望。是啊，啊，我就感觉讲啊，即马互人看到安尼吼，足无希望的啦。啊，讲感觉讲台湾人哦，敢若迄落铁板一块安尼，安怎咱这社运界的人安怎做，安怎做做了吼，投票的时阵又搁手一个涨悬悬，运气无好安尼，啊啊，天天投。这当然哦，即马讲起来，我说哎，民进党哦，你也要执政，你看你看所有县各县市。你看民意的调查，大家民意拢排前几名，国民党拢排尾啊！啊排尾啊，讲民调足好，即敢那笑的人民啊，啼笑的人民哦，对无吼？对啦对啦，咱即马和保健保师啊，休困一下，等下咱两米哥倒转来哈。